王俊凯，啊，抽个幸运色吧，蓝色。王俊凯的幸运色会变成好运降临吗？哇！第四次抽出猎人，猎人放出来了，猎人放出来了。吃的吧，三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是我身上正好也没有带，不好意思。各位客官。 满脸愁容，小熊，为你逢凶化吉。小仙为你算上一卦，算一卦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伸出你的左手。哎呀，蓝色乃大凶之色，今天要避开蓝色。有劳，有劳了，有劳了。哎，这位小公子，你们是来参加我们皇上选妃的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家有娘娘。 啊，我们这里有我们皇上选妃，那边有好的美丽的姑娘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走吧，去集市，就是那个。对呀。刚才那块戏台那块，不要站桥头，桥头地势高，很容易被暴露。哇，走的那么快！是是是是是。另外那个走的很快。正当。 哎，瑶瑶，哎呀，快过来，恭喜你，您抽中！快点，快点，没时间了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捡那个猎人箱子。猎人，猎人，猎人！好快，今天这么快，哦。 是不是觉得特别遗憾？好遗憾，好遗憾，好遗憾。